我个人，刚开始我是韩国人，可是在韩国都认为，在韩国，金博士这个人是韩国最有福气的，他们都这样说的。大部分的时候我同意。我的父亲是在中国的话，周恩来先生是个人物，所以我在这里的蒋介石先生啦、张经国先生啦、孙运璇先生啦、李国田都是好朋友。我的父亲是在韩国，可以说那个时候总统就是把所有的经济权利就是托在我的爸爸的手里，最有权利的一个人。所以我的爸爸创立的是很多现在韩国的集团，就是我的爸爸开始的。比如说浦项钢铁是我爸爸开始的，去的话入口有很大的我的爸爸的相片，现代汽车也是一样，三星也是一样。我爸爸是这样的，然后我的母亲是很有个性的、很强烈的、很有个性的一个女人。英雄，我的母亲是英雄。说话，他不说话，他先打我，然后再说。所以我的爸爸去世了以后，我的爸爸去世了很早，可是我的母亲作为一个寡妇，开设了一个企业，赚了很多钱了。所以呢，我就是长大的时候，我的家庭环境来的，权力方面啦。金钱方面呢，我就是到现在一次都没羡慕过任何人的，甚至三星啦、LG 啦、现代啦，最近他们赚点钱了，以前都就是他家是我们的下面的，不是平手的。我一直是说你的爸爸是早上在我的门口等的，我一直这样说的。现在你比我有点更多钱，你们都是从伊朗进来的，我没有负债，你有负债，我是这样说的。然后我那个我学业也有比较有幸的，应该台湾也有那种学校吧，台湾有一个最谈高中最好的高中什么高中呢？建中是吗？韩国的话叫做经济高中是最好的。我进了以后念了一年，我进了大学。我进大学的时候我的成绩非常好，所以我们的总统写了一封信，金敏书先生。我的那个视频里面都有吗？他寄了一个钢笔，非常非常贵的一个德国钢笔，祝贺你的是这样的。然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是也是通过了一个很难考中的考试，我进了外交部，19岁。甚至是变成20岁的时候，就是进了外交部。我跟我一起去的这个那个外交部的人呢，已经都退休了，也比我大部分都是比我大10岁、15岁这样的。然后因为我爸爸跟我那个总统家很好朋友嘛，而且。不是朋友，我的爸爸是他的很好的忠诚嘛，忠诚嘛，所以总统叫我，你这是在我家做秘书，
所以我二十岁的时候当总统府的秘书，那个是我管的是，你们现在想啊，他进博士管的什么政治，不是那个时候的总统府的地方呸非常干净的不是呀，我说的是我帮总统写信的总统府的那个，我帮总统的名义我是写信的，而且我管以后的我们的总统表决会，那个是他的年轻的时候，我是管他那个他家里的。然后他就说我遇到了我太太，我的母亲要一个财阀或者是有很权力的这样的女儿，我太太就是亚克力上很好的家庭，很很幸福的很好的健康的家庭，我的母亲反对了，她就生气了，我的家怎么样，为什么你不反对，她家又反对了，所以我们真的私奔到台北，所以我在这里结婚的。我在这里结婚的时候，因为我是留学生嘛，刚刚过来，所以我的母亲给那个孙立群先生总统府打个电话了，我的儿子在台北结婚，所以他要我来，是问我你是在这里的有些商有客人吗？没有客人，没有客人呢，后来就不行嘛，所以孙立群先生把李国泰先生来做一个那个见证什么证品呢？证婚人啊，然后没有客人，所以他们那个派了保镖，他说60个人保镖来，那个不是的，那是我没说他，没说刚才说几个人来的，实际上还不到10个人呢，大不了7、8个人，可是那个钓鱼人的鱼。又去牛嘛，所以7、8个人来的，现在已经变成了60个人了。所以我在国宾大饭店结婚。我在台大的时候的成绩很好，所以现在在台大的经济系的历史上，只有我去麻省理工学院。那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念经济系的时候，就是经济学，而且麻省理工学是最高峰的那个时候。我早上跟你说的，我跟诺贝尔奖那个提名的，我已经参加过7、8次。我的朋友，我的最近的导师，我的朋友，拿到诺贝尔奖大概四个人。那你是在金融界做的，所以你们应该听过 Fisher-Black Formula， 我做的 Fisher-Black Formula 是我做的，我跟那个几个研究生跟Fisher 教授跟 Black 教授在 MIT 的时候做，麻省理工学院做的。我们在做那个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个市场上真正的现实上用的这个公司，我没想到，我们这是理论上这个是可能的，可是以后就是把 Rubin 当美国的财政部长，那个时候他们真正的用了那个，所以可是那个 Fisher-Black Formula 这个时候实际上不太准的，可是大家用了，所以这个非常准的，因为都是。大家都相信这个是准的，这个变成这整个公式嘛。所以我就是做，他经济的人来了，所以我说的比较容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了衍生产品，就是我在这个麻省理工学院的我们的 team 开始的。所以呢，衍生产品开始的话，
我们开设的是那个对冲基金是我们开设的，然后对冲基金变成这里我华尔街的那个普遍的东西，所以我们开设的就是 LTCM， 你听过吗 ？LTCM 就是 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 啊。我跟我的 crash 就是因为你啊。crash， 后面的 crash 就是。不是那两间，跟我完全这两家房产公司跟我不是那个跟我完全无关，我完全否定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的朋友嘛。可是，在我毕业的时候，我的朋友去华尔街，可是那个时候啊，华尔街还有人中其实，他们都是犹太人，我是韩国人，我去华尔街的话。遇到那个其实是这个民国光华的事情的，所以我去加拿大，在加拿大找工作的原因是加拿大的薪水比较好，另外一个是我发明了一个金融financial engineering technique， 可以节省石油公司的金融费用。降低20%，所以我就是当那个加拿大埃博特大学的金融教授，然后旁边我就是给那个在加拿大有3000个石油公司嘛，所以我给他们 consulting， 他说的比较好的。可是呢，问题是什么呢？这个越来越成功，所以不能继续那个我的学校的那个当老师不能继续下去，所以我辞职了，我开始公司，我开自己的公司了。我开始自己的公司，那个时候，日本的 bubble 嘛快下来的时候，正是那个，所以我被日本人发现。金博士，你过来日本，办我们的公司。所以我过去日本，我当那个时候当时的世界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叫做 EIA， 我当过那里的副董事长，同时我兼任了丰田汽车、歌坛。丰田汽车的那个丰田董事丰田会长很喜欢我，所以我兼任了那个丰田汽车的副总经理。我当时在日本的经济界的我的地位是相当高的，那个时候跟我不能说徒弟，可是一直是就是我的以前的人都是现在的孙正义先生，他跟我同岁，我 Bill Gates 和 Steve Jobs 都是同岁的。我们开始生意的时候，我们都是认识的。Bill Gates 辞掉学校，我们已经同一个地方嘛，那个 MIT Cambridge 有一个人呢，他就说。奇怪的，就 Steve Jobs 也是一样，我都认识他。是有些人成功的，有些人失败的，都是这样的。我那个时候，我在日本的时候，相当成功的。我们的办公室，这么的办公室，我们办公室里面我们有的那个 Boeing 747飞机。我们有两个，用在那个周末，我们是给那个日本的大厂商，也是日本的那个财务官厅，就是应酬，就是星期五下午，然后就是8到8，我睡了，在那里玩，星期一，然后他们上班。那个时候的包括那差，所以呢花钱实在是想不到，一个人晚上的一个不算酒，一个人是每斤2000块一个，
没什么吧，钢钉没什么，2000块，家伙。可是那个时候，我在日本相当有名的。我现在位置是说，我差点做世界最大的成功的 business 那个机会有大概3、4次了。我在日本的时候 ，Internet 还没开始的时候，可是我知道了这个时代来了，所以我买了很多独多股。那个时候我买的股都是大成功的，可是我以后我砍掉了，为了开发我的糖尿病这种，我把那个股都卖掉了。可是如果我不卖了，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成功的股。比如说你们那个举个例子吧，二维码，因为是我的。另外比如说那个汽车的导光系统的那个核心的那个技术是也是我的。如果我不给他那个现在导光系统不可能的。而且那个电脑之间的那个信号通信也是那个某一个部分是我是这个独占的，所以而且我买了那个 Qualcomm 知道吧 ？Qualcomm 现在最大的那个美国应该有中国名字 Qualcomm 没听过啊 ？Qualcomm 是说 CPU 那个吗？对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手机的 CPU 就是 Qualcomm。Qualcomm 做的这个手机里面的 CPU 都是 Qualcomm 做的啊。我在那里大概不是有的，是可以买的权利，就是 call option 嘛，可以买的权利，我有大概20%吧。而且 Adobe 也是我有一个那么多的股。可是呢，我在日本的时候相当成功的。而且韩国的 shopping channel 也是我介绍的，而且韩国的那个手机电话是我介绍的，那个时候台湾没有大哥大的，还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那个便当那么大的那个这么大的可是那个时候我抽到了加拿大政府要我来加拿大看一看这个Alberta 州的首相要请我说话，所以我就去了。他说：“你是加拿大出生的教授，你在国际经济界成功哦，你应该为了你自己的国家做点好事情。”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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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那个1920年开始到现在呢，它是糖尿病的话，我们是领先有这种加码。就在某一个项目，加拿大政府花了很多钱，没有结果。所以金博士您在国际金融界那么成功，听说你是把很多事业做成功的事业。所以您不能拿过去这个项目做你自己的生意，好不好？所以加拿大政府就是把头痛吃掉了。可是我是念经济的，念数学的经济的，而且我到那个时候我成功的领域就是在电子通信方面，这个生物医药方面，就是我一点的经验都没有的。
所以觉得啊，修修，我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就是，我就是回出来了。我是说，我在日本的时候，我在我的集团里面贡献很大，所以我收到的那个薪水啦，补偿很大，所以我收到的那个股之外啊，我收到了七个酒店，所以那个城市也有我的酒店。是晚上，我去了，我会考哦，我的酒店在那里睡觉。就是晚上进去的话嘛，都是那个打扫啦这些人的嘛，不认识我，他们谁都不认识我，所以我就啊，我说他们不需要认识我嘛，所以我进去要睡觉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年轻的亚洲人，看到啊，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都不一样嘛，他是韩国人，所以我就想你是韩国人，对不对？他说对。我是这个饭店是我的啊，听我就知道我也听过呢，你就是金博士，我就是金博士。然后就是我问他你是什么人呢，就是他是在那个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就我问他你们那个公司学校那么忙，哪里有时间来我的酒店打扫啊，家里没钱没办法。好，没问题，我把你的工作赚到收尾，看完了，不是打扫的，所以你就是一边看完，一边看收尾，然后一边念书，然后给他了一个不多一点点的那个奖金、奖学金，忘掉了。那大概两个星期以后，他找了我，来我的办公室。那是一个酒店的这个公司啊，很有一个上下的关系，很严格的组织，是酒店都是这样子。那个人找我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找我，他说话怎么讲，很唐突，很直接。金博士，我感谢你这么帮助我，那我问你。我对你说好话，还是我会告诉你坏事？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会对你推荐一个好事情，还是我对你推荐坏事？你说，我觉得你会给我一个好推荐，好意见。好，金博士，你不是在这里研究的，所以您不永远不懂这个事情，你只相信我。那个学生那里说的，您两个星期之前在手上的办公室听我的那个项目，你不懂，你投资不要研究，你研究也不懂，你投资吧。所以好，这个小老师很唐突，可是。我因受到了很深刻的影响，可是我觉得要想要知道的，所以我再去那个研究所，听了完全不懂，他是这个发明的人说我完全不懂，所以我知道了，再去了再见面的完全不懂，可是。我跟那个科学家说，停，暂时停，我话不要这样讲，你直接说这个是好投资，不是好投资。说完，他说这个好投资，那不必说多话，把支票给了那个25万块美金，25万块美金，因为我们公司一年投资大概200个嘛，那个。25万投资是没什么的那个时候的，而且我们公司失败很多，投资失败很多，所以失败在另一个项目是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而且这个投资失败了，这个税金可以节省。而且我们也有一个 venture capital 公司， venture capital 公司，所以呢，我们投资在我们的 venture capital 公司可以买这个，所以我们没有损失的。这个买了不是忘掉了，我不懂这个技术，而且金额也是不多，我忘掉了。可是呢，再过两个星期，从瑞士、瑞士、瑞士有人联络了。当时的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是Roche， 现在是第二还是第三？那个时候的最大的。Roche 的什么什么董事长我让我见面，我见面。他问我，金博士，两个星期之前，你跟那个加拿大的大学买的那个技术，你让给我们吧。那我你给他那25万块钱的事也是知道，我给你提前的啊，不是。提前的那个钱会放在那个 Cayman Island 的最近那个天国的那个 Cayman Island 的，你的个人的账号，个人账号里面我给你2500万块，2500万块，你让我，我觉得这种心理。如果我是坏人的话，绝对不会来这里的。这个是证明我是好人的。可是我没答应我，因为那个时候2500万块我也有。如果我没有，我是1万钱都没有的话，2500万哇，这个是吧？可是我也不是没钱的人呐。如果说你找我。2500万是开始的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所以我们从2500万开始继续谈。所以我以为这个是可以变成3000万、4000万、5000万。如果他们这样这样子找我，要提出2500万的话，如果加上有点运气的话，变成5000万是简单的事情吗？我问他。坦白的问你嘛，我实际上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不是你为什么要买？我买25万的东西，你为什么买2500万？为什么？他是说，实际上他们顶住这个技术已经有2年的事情了，可他的机构很大。所以从这里拿到上市的皮，上市的皮，然后上市的皮，好，我们在投资在这里，决定了以后回来加拿大要买的时候，有一个金博士这个项目拿走了，所以他们公司交了，然后他们是给我，对他们是0000，给我点钱，要拿过来一个技术，这个。暂时我不谈。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压抑，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时候开始我研究了，所以我动员了很多专家，而且我的样品用在很多人了，而且我那个专家们都说，金博士您如果这个报告里面的内容都是真的话，这个是世界最大的机会。糖尿病的那个独占 out 后的没有副作用的，把很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弄成正常的这个技术时候，这个是很大的机会。可是我是对于那个领域没有什么知识的，
第二方面什么大发明啦，什么大好机会广，那个治好癌症啦，那些技术是之前的。糖尿病这个是不死，那个这个之前是他们说，糖尿病的市场比癌症市场大100倍，所以他们说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而且。我的周围的很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吃了我们的样本来就是治好的。我的叔叔是在夏威的，我太太的叔叔夏威的牧师，很严重的糖尿病，眼睛已经看不见，而且胰岛素也是没有用，而且有了换药截肢，他吃了3个月没有效果，没事，他就是卖燕窝。你说的这个是好东西，我吃了3个月，没有效果。你骗我的叔叔，你钱都没给我，你是白拿的，你是白拿的，还是不拼吗？而且这个的包装里面。我有一个很严重的红色的注意的内容，你注意，你念了没有？什么注意？头脑不好的人没有效果。叔叔你好像，头脑不好。啊！你下了，然后第4个月，突然间都变成正常。突然是第4个月，那他太感动了，然后他跟夏威政府教授，然后拿到了一个很大的土地，要种这个材料的。然后我是想这样的，如果我是一个农场的农夫，有一个农场的农夫。就是有一个石油公司的干部们找我，如果他们说我出实价的100倍，您把你的农场卖给我，这样的好吗？那个意思是什么？我的农场下面有石油吗？所以我以为我买的这个应该有价值，所以我很高兴了。所以我回去日本，告诉我的集团，我集团的副董事长，我跟我们的董事长谈了，哇，我找到了很好的东西，我们的集团就是做这个吧。我的董事长他很喜欢我的，他比我不大几岁的，他是在日本的那个日本的吉林的吉林丹，就是说那个。日本的经济界的团体里面的最年轻的一个领袖，他是头脑非常好的，他一直是我说我们做这个吧，他不管，一直是做，我们做这个吧，做这个都成功的。可是他忘了这个是金博士你说的，所以这个应该是好投资。对，需要多少钱？美金20亿，现在的美金20亿是没什么的，那个时候呢，非常非常大钱，已经1995，现在的20亿，那个时候很大的钱。什么？那成功要大需要10年的期间。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小，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大。所以我的董事长就是，我不要做，不要做。董事长这个是真的好，真的好的投资，不要。所以我也是放弃了。可是我太太跟我说，她已经知道了。所以当然是，因为他看了他的叔叔的那么严重的糖尿病，
这样的，他看懂了。我太太跟我说，先生您要做那个项目的话，我们做吧。他是这样劝我的。所以我跟他说，这个是需要那个20亿美金的那个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哦，这是他有限的投资。说明那个时候我是36，那个时候年纪36的那个时候，我太太说，我们是现在36，失败也有还剩下再成功的机会。如果年纪太大的话，我们不努力，可是我们年纪还轻，做失败也是还有再成功的机会。真的吗？真的。而且他说他很了解我，您是从小到现在，以后也是一样，你要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做，你绝对不是放弃的。我太了解你，你真的想要做这个的话，你应该这样做这个的话。真的吗？你不会不会？我不会不会。真的吗？真的。所以我就是不以我的集团，我跟那个董事长说，我辞职，不要做那个。好，这不是你这那个时候，你这个绝对不是很有智慧的这个想法，不是你要的，你办法，所以我就是离开了。那个时候我的财产相当大，相当多的。然后我是念经济的嘛，我是念那个经营，所以我成功的可能性啊，这个是一直想一想，这个可能成功的确率是多少啦？我一直是想一想，这个实际上我成功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就是我最不太喜欢的那个是说事业失败了以后，事业失败了以后跟太太说，哎呀，我有钱的，我会买给你这么好的东西的我如果有钱的话，我会买给你那么好的大东西。说这句话是我觉得是废话。所以我就是破产之前，我买给你好东西，然后破产的话，冲销的是那个嘛。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我买给我的太太一个很贵的一个Chanel handbag， 就这个颜色的，这个颜色的 Chanel handbag 一个很大的东西。然后我开始这个，我把我的酒店通通卖掉。这个临床啊，这个是通通没有。我都把那个 internet 的那个普浪啊、Oriental 啊，通通卖掉了。然后我等了，我得到了那个忧郁症啊，因为。那个很强，那么强的折磨啊，人就是对他承担不了，所以身体也开始